为了小姐的婚事啊，我绣房跑到杜仙桥，杜仙桥又跑回绣房，累着我这两条腿呀、啊，哎呦，都这么酸不溜丢的了。外面活人讲话哟，连我的语声您都听不出来了。春浪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怎么不进来？进去，进去也是站着。与其里边站着，我不如这儿先站一会儿。你为我多有辛苦，坐坐何妨啊？怎么坐坐何妨？哎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，累着了我了。哎呦，我可得歇会儿了。什么？小姐，您倒是让我们先喘喘气儿啊。慢慢讲来。那卞先生啊，见我倒是见着了，我就把小霸王周通抢亲的事一五一十的都跟他说了。那个书呆子一言不发，就往杜仙桥下扑通这么一声。他怎么样了？他投河自尽了。我好命苦。哎呦，你们瞧，哎，他们俩是一个庙里排出来的。小姐您先别哭了，卞先生没死。他不曾死。他不单没死，还答应私入绣楼与您会面呐，要与我解密。小姐，这回您可称心了吧？但不知他怎样到此。我叫他男扮女装。男扮女装，想必倒也周全，只是这头上戴的，戴您的，身上穿的，也穿着坐下呢，这脚底下呀可就麻烦了。他的脚大，您的脚小，咱们必须给他赶做一双鞋。怎样凑手？您瞧，天儿不还早着吗？只要功夫到，何愁一双鞋呢？我们哪里去做？必须瞒过安人，咱们楼上去做吧。好，春兰带路。是啦。偏这会儿叫，都白错了不是？
小姐这儿做活呢。天到这般时候，还做的什么活计呀？小姐心中烦闷，故而做活消遣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啊，儿啊，你爹爹已到衙门告状，为娘也在菩萨面前烧香祷告，谅那周通他不敢强取，你但放宽心，安歇了吧。女儿知道了。老夫人，您不上楼了吧？我不上去了。啊，那好，那我就不送您了啊。不必送了。天黑，小心，别掉沟里。三言两语的就把老夫人给支吾走了，这可真是一位好老太太。哎呦，妈！怎么样了？扎着了我了，很仔细。得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赶紧做活儿吧。做吧。小姐，您做好了没有啊？我只做了一半，春烂泥泥，我连半只还没纳完呢，就是到天亮也做不成了。这便如何是好？小姐，您别哭，您别哭，咱们想主意，咱们想主意。嘿，想起来了，老夫人有一双睡鞋在楼上，大小她也许能穿的。快去来，您拿衣裳，我拿鞋去啊。二春来，穿在里面，快快去吧。好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我不去了。为何不去了？我为什么要去呀？跑来跑去的，把我的腿都跑细了，有我什么好处啊？不去了。时辰之后与你做几件新衣服，也就是了。没有的穿，不要。那就多发银钱与你。多给我钱。您欠我的小钱还没还我呢。你到底要什么？是啊，我到底要什么呢？哎，小姐，您叫我一声吧。叫你一声春兰。什么？春兰？谁不知道我叫春兰呢？又春兰呢？又不叫春兰，叫你什么？您得叫我一声姐姐。知了，我乃一枝，你乃一蒲，是不得。呼呼呼，端起小姐的架子来了。不叫，不叫有什么呢？不叫就不叫，您呐就另请高明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叫你就是。要叫快叫，别磨蹭。春兰姐姐，把春兰去了，跟来这好听的。日次叫啊，姐姐，哎，我的好妹妹，快快去吧，告辞了。小姐，咱把宽心放，管教二人配乱黄。Thank you.
你可是春兰姐？是我呀。衣服何曾带到？都带来了。待我改吧。此处不妥，快跟我来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是我。哦，春兰呐、啊。啊，刘荣啊。这黑天半夜的干什么去呀、啊、你？那你先别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这黑天半夜的你干什么去呀、啊？哎，员外爷不是在衙门里头吗？他不放心家里头，打发我回来看看。还是的，员外爷不放心家里。家里也不放心员外爷呀，小姐叫我出来看看，看员外爷回来了没有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啊，哦，这么回事儿。哎，你怎么身后有人呢？没有啊、哎、没有。还是个女人呢。她是变。哎，变什么？嗨，好好的人干嘛是变的呀？她是西村的变婆子。西村的变婆子？这黑更半夜的跑到咱们家干嘛来了？啊、你问他呀！你说啊，你说，你说呀！说出来叫你羞愧难当。怎么着？都是你糊里糊涂错请了小霸王周通，闹得我们家宅不安。那周通一口咬定今夜就要迎娶小姐，小姐一闻此讯，哭着闹着就要寻死，老夫人再三解劝才得回心转意。如今员外爷到衙门口告状去了，吉凶祸福还在两可，老夫人把小姐的安全都托付给我了。我是个小孩子，又是嘀咕又是害怕，故而请来了西村的变婆子作伴。事情可是你办错的，叫我们跟着担惊受怕。你还说呢？你还问呢？你还说呢？你还问呢？哎呦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还不成吗？下上我爷。得了，别说了，快跟我进来吧。春兰姐。我先上楼看看，看老夫人在楼上吗？老夫人若在楼上呢、我就咳嗽一声，你就赶快躲起来啊！我在哪里等你呀、啊？那儿太湖山石，你先在那儿躲会儿啊！哎，回来回来！要是有人问你，你就说是西村的变婆子给小姐作伴来的。我记下了，我记下了。
去了半日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小姐，说回来我就回来了。春兰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禀先生，可曾请到？请到了。为何不亲上楼来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弄的什么乖气？哎呦，我们一腔热血为您办事，倒落得乖巧二字了。不是哟，事已经急，延迟不得了。话虽如此，可咱们也得小心谨慎，不是？我去了那么半天，就知道老夫人不上楼吗？她要是在楼上，那不就糟了？是的，有理，有理，有理，还得累我自己。我给您请人去。吓唬吓唬他。恩疼，这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来在我家则甚？我是卞大娘子，与你家相见，作伴来了。成，有胆子。既与小姐前来作伴，为何不上楼？小姐不曾呼唤。嘟，我看你吞吞吐吐，不男不女，定不是好人。来，将他捉拿当官治罪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呐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害怕，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。是你呀，吓了我一身冷汗呐！我试试你的胆量如何？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老夫人可在楼上？老夫人没在楼上，小姐请您呢，快跟我来吧。小姐，蓮香公在哪里？蓮香公在哪里？小姐，卞先生在这儿呢，有什么话您快说吧。卞先生，我们小姐在这儿呢，有什么话快说呀。小姐，还是您说吧。哎呦，害臊了。哎，卞先生您说。哎，小姐，卞先生。嗨，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在这儿，他们怎么好意思说话呢？小姐，我先下楼看着，别让老夫人又上楼来。可是这么着，有什么话快点说，我呀一会儿就回来。回来，小姐，小姐，王小姐不同心，无中意那干，上一次醉小姐，永难生。
我楼上去找。怎么静悄悄的呢？新娘子在哪儿呢？新娘子，新娘子！春兰姐，你要救我，你救我！嘿嘿，她在这儿呢。哎，等等我，我来喽。哎，二门槛下楼梯，关大门，您上轿呗。哎，回来，回来。咱今晚拜了花堂，明日再拜见岳父岳母。走了。哎，回来，哎，回来。没听说过先入洞房后拜岳父岳母，这什么跟什么呀？这周通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卞先生给抢去了，这白天还不要紧，这晚上一入洞房，哎呀！恭喜花烛大喜，贤弟安歇，愚兄去了。哎哎，我说大哥，您别走啊，您得陪着我呀。洞房之中，愚兄焉能陪伴于你？嗨，自家弟兄又待何方呢？取消了。哎，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明日就是你的寿诞之日。我与新弟妹与您拜寿，做个双喜临门。哎，只是那张寿星图，我未曾与您取回来。哎呀，大爷王啊！你那副寿星图，我与你画好了。什么人？我就是杜仙桥畔卖画之人。打打打打！男扮女装藏在刘家绣楼之上，耍小阴谋！呸！我呸了你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贤弟，闻名禽牛，宰杀不迟。为何男扮女装藏在刘家绣楼？讲了真情便罢，若不然，见下做鬼。将我隐藏。
事，带俺找那老儿辩理。贤弟，休要前去，不要再惹出什么祸事来了。大王，此事不用你管，俺今晚定要成亲，走了。是不得。阴错阳差害了贤弟了，阴错阳差害了我辩己了。辩己，方才所言可是实情？将的句一句誓言，望大王开恩，放我下山去吧。看你穷途落魄，遭此不幸，赠你银两，下山去吧。多谢大王。在五台山失酒待醉，打坏了山门，那些小和尚容不得摔家，咱家师父当时休下失信，命安头
投奔东京大相国寺。临行之时，还赠我十两银子，再三支付。这一路之上，不准饮酒食肉。话是说了，想这十两银子带在衰家的身上，除了饮酒食肉，我是别无什么用而吃。就是这样，行一里，吃一里，走一程，喝一程，倒也爽快。看，前面与东京还有半月的光景，不免甩开大步，暂行者。摔家，你起来起来，你不曾摔坏了吗？啊，你为何头戴花朵，身穿玉衫，不男不女什么样儿呢？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呐、回来。衰家看你慌慌张张，又是这样女子打扮，我看你呀，你是非奸即盗。快快讲出实情便罢，日若不然，衰家的禅杖焉能放得你？师父，哀家叫你说，哪个叫你哭？你要与我将来，你要与一番。Oh,
原来他是个男的人呢，失从两人来相问，有了问，我同他刀桃花村细问分明，你这一面之词，衰家难以相信也罢，我同你一同去到刘员外的家中问过明白，若是实情，衰家不但与你们出报安良，还要成全你两家的亲事。话不多讲，我们一同走。哎呀，师父啊！小生与刘家小姐名分未定，念人而前去，向小山有赌神仙之事，促之利益，事关归国民间，怎敢信口胡言？师父只管去问，若有一字虚话，去到三元客店寻我问罪。此乃小生肺腑之言，天地恭敬，望师父谅心。只为不平事，前来探真情。哎呀，看这户人家选灯结彩，定是刘员外的家中，待我向前
问来。大师知情了。请了，大师父，您有什么事情吗？请问此地是桃花村吗？不错，正是桃花村呐、此处可是刘员外的家中。哎呦，您说对了，正是刘员外的府上。好啊好啊，帅家有要事要见员外，请通报一声。哎呦，不成啊，大师父。为何？瞧见没有，今儿我们这儿办喜事，您要进喜堂那多不合适啊，您改日再来，改日再来吧。哎，分明是冤孽之事，是什么喜事啊？什么冤孽之事？我们是办喜事聘姑娘，什么冤孽之事啊？你改日再来，通报一声，改日再来，通报一声。哎呀呀！他不与我通报，待我下榻一下。哎呀！哎呀，这桃花村好大的煞气呀！帅家乃活佛讲师，特地与你们消灾散福。阿弥陀佛！哎呦，我的妈耶！活佛到了。有请员外恩人。还要下榻一下呀？刘荣何事？外边来了位活佛，他说咱们桃花村怨气冲天，必有冤孽之事，您快出去瞧瞧吧。待我看来。哦，原来是位师父。帅家乃远方来的和尚，见你桃花村煞气冲天，特地与你们消灾散福。阿弥陀佛。哦，原来是活佛到了，活佛请进。请。气满前厅，冲了丧门星。哦，一桩冤孽事就隐在这绣楼中。哎呀，真是在绣楼中啊。哎，你家中之事不必明言，帅家一算尽知啊。我说老佛爷，您有什么法术啊？就请活佛算上一算吧。好，看你们如此的心诚，待帅家与你们算了。哎，算算吧。慢来，员外。你们准备的是婚斋
原是素斋呢？自然是素斋呀、啊哎，是素斋。哎，衰家修心不修口，要吃大方的肉，要喝大坛的酒，才能法力无边呢。快去准备去。哎，是是是是。这不成了花和尚了吗？嘿，造化你们了！哎，老佛爷，酒到了，酒到了，放下，放下。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呦，老佛爷，好酒量啊！斟上，再给您斟上啊！我说老佛爷，您先别喝了，给我们算算吧。是啊，算算吧。好，你们听了。好好好，我说老佛爷，您先别喝了，再给我们算算吧。是啊，再算算吧。好，再与你们算来，你们听了。
们听了，稍使周同到此，摔家藏在洞房之中。哦，你们对他演讲，这里的香风是先日洞房，后拜花堂。哦哦，等他入了洞房之后，摔家念起五字真经。五字真经？哎，我就是这样，咪哩咪，摸哩摸，念上一阵，管教周通歇念全消，退了这门亲事。哦，这就好了，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活佛的真经是博念博灵啊，灵的很呐，灵的很呐。员外，引路洞房。哦，带路。是。活佛前来搭救我们，还不向前磕头？磕头容易，可我得先问明白了。我说活佛，您请过来。哎，说什么？您怎么搭救我家小姐呀？衰家会念五字真经，一念末，管教周通，歇念全消，退了这门亲事。哎呦，这就好了。可是我们小姐的那位辩机被周通给抢去了。嘿，稍时一辩就到。哦，一辩就到，这就好了。小姐快来。春兰活士，活佛要成全您的婚事，快磕头吧。参见活佛。玉环礼。哎呀，这阿弥陀佛。啊，员外，稍时洞房之中有什么动静，不要害怕。哦，藏躲去吧。哦，是是是，带路。哎呀，七尺！稍时周通到此，衰家还要学那新娘子的声音。我劝他这么几句，他若听从，也免得伤了我们绿林的义气；他若是不听，少不得摔家的铁拳，定要将他报答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我说月长，我来问问您，您这儿怎么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？这是我们的香风。哦，香风。哎哎哎，月长，您回来，您回来，我再问问您，您那楼上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？这也是我们的香风。哦，又是香风。嘿，这个香风可真不怎么样，还得摸着黑上楼。哎，我摸着黑上楼。嚯，真黑呀。哎，我说新娘子在哪儿呢？新娘子，新娘子哟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嚯，他在那儿呢，他可真心急呀，他倒先上了床了。哎，
等等我，我先点个亮啊。慢着，怎么着？你要是一点亮儿，奴家怪害臊的。嘿，您害什么臊啊？哎，等等我，我先点个亮啊。慢着慢着。怎么又慢着？奴的师父也曾说过，奴的终身当配辩妓，不想被你强占婚姻，若是怒恼了我的师父啊。啊，怎么着？你可惹不了他。嚯，你师父可真厉害，他是谁呀？你听着。我这儿听着呢。提起师父非比寻常，性情豪爽，除暴安良，你要相信，退婚了账。那我要是不信呢？你要是不信呢？啊，怎么着？叫你尝尝。您呐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今晚上就是你师爷来，我也要成亲。哟，你当真要成亲？当真要成亲，不再考虑了。嗨，没什么考虑的。好，脱衣服睡觉。哎，等等我啊，我先脱衣服啊。嚯，真黑呀。我说你脱完了没有啊？哎呦，我这不是正脱着了吗？戴帅家，他这个球囊的人。哟，你倒是脱完了没有啊？嘿嘿，我呀，脱完了，咱们呢上床睡觉吧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哎呀，怎么又慢着？这洞房之中还有个香风。哦，又是香风。就是咱们俩摸。哦，摸着了再睡。哦，摸着了再睡。哎，这个我会摸，甭出声啊，咱们摸啊。哎呦哟，你闪了奴家的小脚不丫了。哎呦，还小脚不丫呢，起码有一丈二了。哎，别出声啊，咱们还接着摸。哎，哇，好大的肚囊子。这是你的造化。哦，造化。什么人？你和尚？杜文宗啊！入洞房，我不入了。哎，我还睡什么觉啊？哎，帅家赶上前去再打他一顿呢。
天地人心不听劝，船到江中不漏难。为何这等模样？大哥，有这等事，众老兵。一同下山。好。哎，你们哪一国叫我赵通？就这和尚。哎，这一僧人为何追赶我家贤弟？是何道理？通上门来，你且听道。帅家一曾坐提辖，打死人命，出了家。江湖人称花和尚，咱的真名叫鲁达。原来是鲁仁兄到了，小弟不知，多有冒犯。你是何人？小弟李忠在此。啊！怎么，你就是打虎将李忠，李贤弟吗？正是小弟。哎呀呀，你我弟兄分别许久，不想再次幸会了。幸会了。幸会了啊！我说大哥，我说大哥，我被他打个烂酸梨似的，您怎么在这儿续上轿了？阿贤弟，这就是愚兄常常称道的罗提辖，还不向前见过。是，你就是鲁达鲁提辖吗？不敢不敢，正是啊。实才小弟不知，多有冒犯。哎，帅家也鲁莽了啊。阿贤弟，大哥，听兄相劝，退了这门亲事，成全便即与刘家小姐之事先议日何？大哥之言，小弟我是渐渐依从。好汉子，随我刘员外家中去着。走。啊，员外，你来看，这都是我的好朋友啊！啊，大王，这婚姻之事不敢不从。嘿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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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随我进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他怎么又来了？我说员外爷，我们小姐说了，至死也不嫁这个鲁莽的大王爷。哈哈哈哈哈！阿贤弟，他们误会了，与他们将来。啊，员外，只因我家周通贤弟一时之错，误认了这门亲事。听鲁仁兄说明此事，情愿退婚就是。哦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我说活佛，您请过来。哎，又做什么？您欠我们的钱账还没还呢。什么钱账啊？我们小姐的那位辩机您还没给辩回来呢。嘿，稍时一辩就到。啊，一辩
便就到这可好了。我来问你，当初是哪国错秦来的？是刘荣呗。哦，是他。是他。哎，快来。老佛爷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要罚你。啊，罚我什么呀？罚你去到杜仙桥三元殿中，将辩机辩先生请到此去。哎呦，老佛爷，您说了半天，我一个字儿也没听见，您再高声些。嘿，耳背。杜仙桥三元殿将辩机辩先生请了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，我说，嗨嗨嗨嗨，还是你去请啊？啊，熟人熟事儿，不我去谁去呀？这是没有你还坏不了事呢。一边待会儿。哎呦，带小弟去请了。哎，慢来慢来，贤弟，你若请他，他是焉敢前来也罢，带衰家亲自走走。慢着，我说员外爷，此事还需我春兰走走。有道是水流千遭归大海，解铃还需我啊，系铃人。快见过活佛。参见活佛。辩机辩先生，此事啊，大大的便宜了你呀。啊，员外，近来良辰之日就该与他们完成花烛的才是。哎呀，只怕措手不及。员外爷，我这儿啊早就准备下了。贤弟，哎，大王，过来，哎，我要罚你。哦，您要罚我？罚我什么呢？与他们暂离。哦，说几句吉祥话不是？哎，嘿，您
您听着啊。好好好，唐皇村内喜事多，唐二人的姻缘天作合，美满姻缘错中错。哎，我这个新郎抱空窝，恭迎陈新人。